真小南烟，非常开心这次能参加创作岛活动，跟30位大咖一起交流学习，4天3夜，收获非常的满满的。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4天3夜的海陵岛创作活动我们即将结束，今天我们即将返程。这次南烟来是带着我的古筝一起前往海陵岛，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荣幸能在这次创作岛的最后的星空夜谈中奏一曲，只是比较遗憾，这次带的琴比较小，也非常的意外啊。官方能给到南烟这次机会去弹琴，我是在演奏的前一天来到海陵岛的时候，老师才知道我带了这个琴，然后给了南烟这个机会，所以南烟真的非常的开心。如果在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我能扛着我的大筝，来给大家。创作之旅即将结束，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活动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南烟也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，砥砺前行，不忘初心，为大家创作更好听的音乐。谢谢大家，感谢一路支持。